对，不敢抓紧，迫使我放松，这一点我觉得我很坚持，就是在我杀熟的时候，有这个东西。对，我没有听到什么话，我不记得。真正到这时候，要打死他抓紧。记得只要拍几个吊子就完了。所以你现在就是。
Thank you.
个洗。嗯，那反而是要收集它的果蛋，换一个换一台就是放过来。Yeah.